视频开始，咱们玩个小游戏吧。你要是能打出这个字，俺就叫你爸爸。红史过户，两男子一大早就来到河边溜达，无意间发现一个奇怪洞穴，拿起手中的锄头就开始倒腾。还没一会儿，小伙把洞挖得越来越大，话说这泥洞还挺深的。随后一旁的小伙将男子推进洞中，整个身子都进去了，没想到里面还真有鲶鱼。等到第二次进去的时候，居然掏出了一只乌龟，这一下男子可赚发了。没想到干旱的泥洞里竟然还有鱼存活，要知道鲶鱼的生存能力极强，在淤泥里一样能活，因此它们身上有着很重的土腥味，特别是胡子鲢，也就是唐尸。而泥蟹也经常寄生于泥洞中，别看一个小小的洞穴中竟然男子有着如此大的收获。好啦，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儿，亲爱的小伙伴们对此怎么看，可以在下方留言互动哦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会，拜拜。